Thank you. Bye. 这一间真的很不错的 homestay，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如果你们有来 Hisor 或者是说在 Zone Langa 附近，我觉得你可以来这边住。昨天啊，晚上我在房间里面用电脑，然后10:20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听到一个闹钟响，然后就看到 Wendy 的手机，他的闹钟响了，那我就想说，那10:20，哪有人晚上10:20设闹钟？一定是他刚才睡着了嘛，然后想要起来，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起来啦？然后呢，没想到我就被他白眼了，他就直接说，哼，睡觉时间。我还问他说，你确定吗？你不是现在要起来工作什么的？他说，嗯，睡觉时间。真的，我昨天整个非常的心灵受创，就是我是好心，然后我要帮他盖被子，然后说你要不要脱外套，还是你要穿外套睡？然后一开始他说要，然后我就帮他脱，然后脱到一半呢，他就嗯，那我就说你要穿外套，他就嗯，然后睡，但是都没有正眼看过我，哎，昨天很受伤。现在呢，从 Hisor 呢，我们先穿过他们的村庄，然后走到最主要的干道上面，看看有没有人要把我们拉到 Langar。Langar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村庄，从那边呢，我们今天会试图看看有没有人要去 Murgab， 可以把我们顺便载走。我到前几天才发现，我背了一个半月的包包，一直都是背错的。我之前都把它背在很下面，这个胯骨这里。不是，你就是要背在胯骨上。不是，是要背在下面边缘，在胯骨，但它主要在肚子。对啊。然后呢？啊，我说我以前都背得很下面，在这，整个都在胯骨上面，然后我走路就会感觉我的大腿一直在重训，但是呢，它其实要背在这里肚子的地方。重点就是只要有包到胯骨，对，就是下面边缘碰到胯骨，这边主要在肚子，然后这边要拉紧，这里也要拉紧，就是贴合，让它的重量在这边，肩膀就不会觉得很重。啊？为什么不把它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还蛮幸运的。在路边等了半个小时。耶，终于第一台车就被捡走了，耶！而且他们帮我们挪出很多空间，非常感谢他们。Japan，Taiwan。我现在到的地方叫做马扎夏宽波伊塔佛夫，如果念错的话见谅，因为我刚刚才看这边呢，其实算是一个类似他们当初在崇拜这个太阳神之类的民间信仰的一个宗教的场所，所以我们一起先来找一找。你看下面这个，哇，这是真的吧？如果你不跟我说，我真的也会以为这里是鬼屋，你知道吗？它很多这种 antelope。羚羊的这个脚，哇，看起来有点阴森，然后很多这个树，哇，我们一起进来看一下。它是很多骨头。对啊。羊的骨头。不是，就是羊的骨头跟它的那个脚的标本啊。但是它连骨头都留着，树上也全部都是羊的脚。这里的树这样盘根错节的，也看起来好可怕哦。真的是有一点阴森，现在白天是还好，但是如果晚上来，晚上来感觉有一点可怕，全部都是骨头。累吗？嗯。你知道我们要爬上去看什么吗？不知道。那你会觉得现在很不值得吗？你看这个 view， 你觉得怎么样？很棒啊，美呀、啊。
对啊，就在这上面。走，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我们到了。这里吗？对啊。耶、yeah! ！是什么？看到了吗？这里是什么？你没看到？没有。你知道它是什么吗？花岗岩。不是，它就是上面有刻一些小人还是什么之类的。这里叫做 Petroglyph， 后面的大石头上面有很多以前壁画留下来的一些小人的画像，但是好像后来很多小屁孩会在这边乱画，所以如果来这边的话，可能要看一下哪些是真正的遗迹，哪些是后来的人乱画上去的。但是爬到这边也很漂亮，往下面看可以看到这边所有的村庄，还有河流的冲击扇，非常漂亮。这就是他们的超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马铃薯先收起来，因为冬天的时候非常冷，又生不出任何作物，这都是储存为了冬天使用。在这边等着要去阿雷楚的车，等不到。只好先吃点东西，他们今天煮的这个应该又是羊肉汤吧，然后有面。Lachman。好吧。很香啊、哦。这么爽，还是等车，让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啊晒太阳、啊。好，等了大概半小时，真的没有车子，有一辆警车过来了，但是其他没有。再看看，如果不行，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了。在这边真的有点麻烦，因为现在呢，在整个兰戈尔市区几乎没有往这个方向的车，要不就只是回家，那不然就是我碰到一个是警车，那完全没有车子往这边走。我是听说，即便是很有经验的 hitchhiker， 这一段都会选择包车，因为包车的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两个人要2000多块钱，所以。我还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多一点人，或者是说能不能拦到车。现在有点被困在这里的感觉。然后我们刚吃饱饭，非常的饱，看完之后继续睡。那从刚回来就一直睡，我就自己在这个镇上走一下，然后找找看有没有人哦。这晚餐好酷哦，是马铃薯哎。这是炸的马铃，有点像是煎。煎的马铃薯，就是用油煎的马铃薯啦。一盘马铃薯跟两颗蛋、还有面包，我觉得不错。我们今天的拦车计划失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住下来，明天再继续努力。我刚才在外面又走了一个小时，有问了几个人，大概这边整个镇上没有其他观光客，除了我们几个。然后另外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人住在这里，他是其他的机车来的。一路从荷兰骑过来，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跟他们一起。明天早上再试试看，如果没有人跟我们一起过去，或者是说有人愿意拉我们一把的话，那我们就明天就包他们的计程车，但是价格要一个人1000多块钱，真的很贵。粥不喜欢的粥，的粥吃起来有点像，就它不是真的一粒米粒，我觉得它就是玉米粥啦，小米粥那种感觉，浓成一团。8:25，我们吃完早餐，然后现在呢一样到街上，看看能不能拦到车。我们如果今天早上再没有办法找到车的话，我们就决定跟我们的老板订车 ，taxi 直接过去。不然在这边耗着也没有办法。哎，小浪，小浪，有车车吗？没有，一台都没有。没有，没有半台。我等20分钟，没有半台车。没问题，大猪，你的吸引力法则呢？失效了。失效。加油，猪！加油，猪！爱猪无极限。好，我要继续去等车了。不知道1小时之内可不可以等到一辆车。
载我们去 Mergab。 我等了快一个小时，没有看到半辆车都没看到，所以现在我们要交班了。爱之无极限，爱之无极限。早上十点了，我们现在还是没有碰到半辆车，一辆车都没有。我觉得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民宿老板，看看他要不要载我们过去，跟他讲讲看价钱吧。各位队友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记得订阅猪猪队友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精彩旅程。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哦，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还要分享给你所有喜欢旅行探险的朋友，不喜欢旅行的朋友也要分享给他们，让他们爱上旅行，跟我们一起出发。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地方见，拜拜。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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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